在上海焦虑怎么办？师傅，我感觉在上海生活很焦虑啊。为啥啦？找工作难，找女朋友难，房租贵，买房想也不敢想，感觉生活没有希望。师傅，你也挺辛苦的吧？哎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，谁一样啊。师傅，我这样下去怕是要抑郁了。哎呀，不要搿能讲，人人侪有得烦恼的呀。侬看我快到中年了，婆媳关系、爷娘身体、小人读书，侪要操心啊！我跟侬讲，阿拉每个人心里向呢，侪需要有得一座安全岛屿，需要用来释放真实的自家。只有当本我得到了满足，自我帮超我才可以无一统一。师傅，你这么有文化，为什么要开出租啊？哎呦，我有啥文化了？喏，我是搿本书高头看得来的。就这一本书能有什么作用啊？我看看，解忧心理。来自600号信箱的人生指南。600号，难道是传说中的那个？哎，就是侬想的地方。除脱看看书呢，侬还可以直接写信，直接拨六宝信箱，让伊拉辅导侬的心理健康。师傅，谢谢你。看你这把岁数还在努力赚钱养家，想想我真的没什么。哦，搿倒勿是，俺老乡搿眼房子收收房钿买够了，我主要是蹲辣屋里向脱衣去了。出来看看人生百态，那就是我安全岛屿啊，让我寻开信用啊。你我要投诉你。